大家好，这礼拜无日子，要向大家分享的俗语是“半暝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”。半暝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我知影这意思，是咧讲贼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贼啦拢是伫暗时咧活动，真无闲。不过，若是到早起，就去予警察抓去，无路好行。当然毋是安尼。啊，无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真侪人伫暗时，心肝想的拢是大头路、大道理，那像规腹肚的财源志气，明仔载就会打拼去做、去实现，结果奋起了后。什么代志，一切拢放袂记起啊！又搁是急天天、怣怣真真在过日子。就像我昨因暗在食饭的时阵，听到边仔的人起来讲话，其中有一个人就讲，我明仔载一定要开始运动，逐天就去公园走，去公园行路。结果伊的朋友就讲。你讲这句话已经真侪遍啦，不过无一摆做到，凊彩听听就好啦。无毋对，这嘛是指咱咧做代志的时阵，就算想搁较济，搁较好听，算讲无确实去实行，迄就一点仔路用都无。对啦，老师，你敢有听过有人用嘴做工过？用嘴画图，我是捌听过，但是也毋捌听过用嘴咧做工作。其实，即个甲半暝全头路、天光无半步的人同款，啥物代志拢用讲的，就是讲讲的，就当甲工作完成，才予人批评是用嘴咧做工作。其实，所有代志拢是爱动手去做，才当完成的。有一摆，我去厝边仔遐泡茶开讲，看到伊个囡仔真暗啊，功课也未写了。爱写袂着急。唉，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因母啊比伊较急，还佫问伊讲，安怎写功课拢无计划，佫拖到遮尔长。哦，啊，这个囡仔伊安怎讲？伊就讲，伊伫放学转来的路伊，拢想好势啊。转来到厝，先洗手，刷咧就先算数学，才搁写国语。想袂到，转来到厝，一看到点心含电视节目，就一项拢袂记啊。这就是定性无够。所以，伊的爸爸听到。就改良讲，老师，这我知，以前是讲半暝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对。咱今仔日的俗语就讨论到这，多谢大家。